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三点半。现在是三点半。现在是三点。现在是三点。我六点半去学校。我六点半去学校。我十二点回家。我十二点回家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十月一号。今天是十月一号。明天是九月二十六号。明天是九月二十六号。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是星期天。今天是星期天。昨天是星期六。昨天是星期六。今天没有下雨。今天没有下雨。